绷不住了，修的吧，又来4S店进货了，奔驰最新的行情好好给你们安排一手，买完车的你就别看了，我怕你天都塌了。奔驰 C260 运动落地28.5万，奔驰 E300 豪华没有车，260 44左右落地， GLC 260豪华不到42落地，奔驰 GLE 苦配优惠20，这几个现在算是嘎嘎合理。天都黑了兄弟们，点赞关注我，祝你发财，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啊兄弟们，我光光给你们跑行情啊，我真怕你买车买贵啊。普通 GLE 为啥不能干？这玩意儿年底出国产。S 级跟 S 级迈巴赫为啥不能干？六月末的时候优惠给你干蹦起来，甚至去年那个好友季还给你来上一回，免息估计六月底就来了。六月底没有低息，我是你们儿的。GLS 现在不能干，因为路虎揽胜行政优惠给你干蹦起来了。奔驰 A 级不能干，不如干凯迪拉克 CT5。奔驰 GLA 不能干 ，GLB 不能干，不如干宝马 X1。总共就这些，你自己消化，反复多看两遍。指定让你明明白白、满满登登、板板正正。有没有好心人最近想干奔驰的，去过 4S 店谈过优惠的，把你们本地的行情能不能分享到评论区，我求你们了兄弟们，我真怕其他宝贝买车买贵了。住在评论区分享行情的宝贝们，长命百岁，福如东海，身体健康。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最近想买奔驰的好朋友，还想了解什么车，评论区告诉我。买车前参考一下懂车帝降价排行榜，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，2024年买车千万别买贵了。